的时间，一起来向他们献上我们的祝福，让他们知道，在这一段关系当中，他们不是只有自己走，还有他们的朋友、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属灵的家庭一起。所以最后，在我们现场乐团的为大家献上的歌曲的同时，以及最后一个甜点已经送上来，我们的新娘也在外面已经做好最后的换装了，所以她将会在出口的地方向大家致上她的个人谢意，再一次代表他们感谢大家的来临，并且祝福大家，无论是身体上、精神上、事业还有家庭里面，都能有从神而来。
Thank you.